哇，来了亚巴达，来了亚巴达。直播男讲到一半，旁边已经打起来，自己也遭殃。镜头一阵天旋地转，场面已经失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超级火爆。两派人马十多台车爆发严重肢体冲突，但注意到了吗？其中还有远景，民众当街斗殴，完全无视公权力。远景最后喷洒辣椒水，才让现场气氛缓和下来。逃得掉的鸟兽散，逃不掉的通通被带回警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这间店刚开幕，但第一天晚上就有人上门找麻烦。警方调查，原来两方人马原本是合伙人，但后来不合拆伙，其中一方自立门户开店，没想到对方竟然带人从高雄杀来屏东。之前本来有合伙的关系，那之后因为网络直播而产生了嫌隙，那目前已经不是属于隶属同一个关系。从网络直播骂到面对面，还当着警察的面打群架，实在嚣张。尽管目前双方都没有人提告，但警方还是以违反社违法送办。记者张春华，屏东报道。